连水下可以滑。对啊，水下可以滑。你在露营吗？我在，我在露营。那你不要帮我录一下好了。水下滑 APP， 我要拍一下手。好，回到首页。水下滑神魔。水下神，这只神魔我还没有注册啊。干你老师，要滑哪一个？有要分哦。哎，干你老师录进去。我自己剪。逼的，这样你自己拉个。我不剪接的。那没有神魔，你应该你专场，你应该水下神魔、啊我。我有时空之门，你打开时空之门。哦。为什么画面要偏一边？随便选啊。嗯，那你进去玩。我知道，我再进去，我会玩，我会进去。一直叫我进去，我会进去。一直叫我进去，我会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你会高潮是不是？不会，那久要久一点，最后才会。但我有这种功能，我以前就没有，我玩都没有，就新的、啊。新的游戏关卡。哦。我后来就觉得也是没有很好玩，就没有，就是没有过。不可亵渎妹黑。干。哎，那为什么会锁？哦。我有。装那个游戏启动器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、欸。对啊，主要是要录影怎么也方便来做。因为我都会用自动转啊，啊，如果丢背包，有时候不小心按到什么锁、哦、定，刚好锁定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就很麻烦，就会打半天没打到。好，开始吧，开始。对啊，你会玩吧？会，只是玩不好。下水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，他只用手哎、欸，不能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哎、欸，他会不会有挡？哦，我放，刚偏过来。